然后他怎样花钱？第二个，我们已经有新闻部，对不对？新闻部已经有 Radio TV Malaysia RTM， 或者说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Reha Tunku Mati。开一间叫做 Outpizza， 哦，他看到中东有一个 Outzazira， 我们马来西亚属狼的兄弟也要有一间叫 Outzazira， 4000万，明明新闻部都有 RDM， 谁有看 RDM 的举手？没有一个人看，果然爱国 RDM 的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他还要再起一间啊 Outpizza， 我的妈！果然爱国，这种就是啊、哦，台湾人讲的 A 钱啊 ，A 钱的手法。明明都有了，他另外在巧立名目，这样呢，有 project 有路棒啊，人家有万能，有技术，有鸡哥，有路棒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的鸡哥这一个开销最大，发展最长，马来西亚从来没被预算案，他的发展不管是少过19%，鸡哥又在打破纪录，赤字最长，国债最多。发展最少，负债最大，这些都是那届留给马来西亚人民的。所以我说，那就是历史上最差的首相，马列差，阿布拉马拉维很差，那届是最差，十分差，非常差，差的不能再差。是那样子的，那么明年啊，消费税要来了，这是鸡哥的预算案的重点啊，消费税 GST 也叫做 Government Sugar Debt。对呀、啊，他跟你讲，哎 ，GST 来了喽，全部东西900多样，56%，会堵路不会买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他跟你讲 ，Rosma 的身材是34、24、23。你要想哦，阿基哥讲的东西你要想过哦。买屋子没有中 GST， 但是起屋子用的玻璃、用的沙、用的阳灰、用的 aluminium、用的瓦、用的铁、用的砖，全部中 GST， 但是屋子没有中。啊，这个就是他这个有没有中？没有，没有中吗？对不对？你相信吗？啊，一间屋子几百样东西全部中 GST， 啊，但是屋子没有中。这种就是 David Copperfield， 广东人讲那劲最厉害就是一招那拐先倒斧，骗鬼先倒斧，骗鬼之斗。所以明年 GST 来，你认为没有影响啊？各位，外国人叫做 GST 叫什么叫？外国人叫 GST 叫魔鬼税，因为抽两年就不会税。他就万万岁啊 ！GST 一来，每一样东西，从你生老病死，还没有出生就跟你算账。你一生下来买猫咪公公，要不要给6-8千？要啊！哦，买电动车要给6-8千。你的孩子、孙子哦，安天老的话，还有儿孙要哦，偶孙要备奶粉，要不要？要不要买奶粉？要啊，奶粉6-8千。哦、去到这个学校去读书啊，现在说学校的课本没有收，但是呢去外面买书本啊，政府讲要提高阅读风气，但是要收所有的书本要给6-8千。买这个文具啊，买铅笔6-8千。大一点点，儿子大了买题库6-8千。女儿大了买奶罩6-8千。啊，再大一点买卫生棉6-8千。啊，只有买什么不用给干工一干八千，把它叫你不用给。那么你就偏偏吃干锅，你干嘛呢？干锅不拉菜，你干嘛洗？
山庄报道了，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去到富贵山庄买那一个小小那块地啊，安克那块地也要五六八千。你还没有冲到富贵山庄，不是要躺在那个六块板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躺在里面，哇，躺在里面舒服了，不用吹冷气也可以了啊、哦。那个六块板啊，棺材，名字叫做棺材，棺材也要给六八千。你还没有送到富贵山庄，晚上要不要请南无罗来唱歌？你哆罗，你哆罗，点点夸，点点夸，你哆罗，你哆要不要？也是要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个也要给六八千。路人之拜就是代志大条了，那就讲了讲无代志，伊无代志，我人就代志大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一路来给国政骗了57年，给人家骗一次是无知。